出发团成员依次起身，并说出大家一起来新疆，几个人来的，说错淘汰，最终三人可得到身份线索，还可以获得50个电量。来吧来吧，没听懂啊，没听懂。说按顺序，一个人来的，完了俩，完了仨，完了四，完五六七，然后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七六五四二一，对，明白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几就是几个人一起，没听懂，玩一把你就知道。准备来吧，来，好了，三二一，一个人来的，两个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三人来的。哥你起仨人得站，仨人来的就咱仨了，对啊，完他就到他就四个人了，对，我就不说话了，站起来的就不说话了，我们三人来的就站起来就不说话，就跳到他了，是不是？站起来的喊说的是我们三个人来的，说的是我们三个人来的。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跟你们仨一起来的，但这令不是你喊的吗？我不跟着站的吗？我的意思就 是我们仨一起喊，我完了喊完就坐下，喊完坐下之后，我要不要再有四个人？我再，哎我的妈！他们是四个人了，就你是三个人里面的，我们四个不带你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吧，谁开始谁开始，这次带头带了啊，从。陈晨开始来啊，三二一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五人来的，六人来的，六人来的，七人来的，七人来的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真是绝了！这儿是错了，六我们错了，对，哈尼错了。啊，三二一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五人来的，六人来的。七个人，七个人。对，好的，喊你。OK。好的，我师哥在这蝶泳呢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到六再往回啊。嗯。都给我醒醒。谁先？换一个。窜一个，窜一个。换一个。小白，小白，窜一个，窜一个。小白，小白先来。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哎，俩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沙哥，沙哥，四个人也来，他绝对是故意的，他不想玩而已。哎呦，我一直想咱们是一个平面，你别平面嘛，沙哥，你是这样啊，你输了的惩罚是。你面对太阳坐着，完把眼镜给我。没，我怎么有惩罚了呢？再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。什么又给机会了？那要汉尼也给个机会。汉尼也复活了。好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OK， 又可以又得开始了。玩到天黑，第十次正式开始来。腾哥，你先吧，你先改变路子。我就想一个人去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五人来的，六人来的，六人来的，哎，七个人来的，哎，怎么多了一个？刚才是不是大喜吗？啥呀？兵吧，应该是。六个人的时候，谁不应该站起来？来推算一下。你看，我一个人，俩人，俩人，俩人，三人，四个人，我们四个，还五个人，五个人吧，六个人，我站了六个人。我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不对，他错，对于腾哥的惩罚，你就撞过去，眼珠子不许动，盯着太阳。没想到是你藏的挺深啊，飞出来了吗？如你所愿。去直接看太阳。不许闭眼睛，看哭为止啊！来吧，开始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个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哎，喊你。
你去，过来，坐这儿，坐那儿去。睁着眼睛往上看，睁着眼睛看，往上看。太狠了。就不流眼泪的不让回来啊！熟悉吧，新疆太阳，你是比较熟悉啊。我看这么陌生的，不是我也没有这么看过他呀。来吧，斌哥先。好，我们一起逛新疆，一个人来的，两个人来的，三个人来的，四个人来的，五个人来的，六个人来的，每个都得站。五四三二一，哪有六啊？五四三二一，哪有六啊？哪有六个人？啊？那吃饭整是错了。去看看看看太阳去。咱四个，就咱四个。咱四个属于反应快的。一哥开始，倒四回三。倒四回三哈。什么词儿来的？大家一起来新疆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一个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个人来的。大鞋，大鞋，过来看太阳去，快去！没地儿了。第二排，第二排，第二排得垫高点啊！第二排得垫高点啊！那晒不着脸。都够了。我这是我是游戏荒漠，还能坚持到最后？你看着，进前三了也没想到。哎，网仨还玩吗？不用玩吧？咋不玩呢？进前三名了。你们必须得决出来一个，俩人玩才激烈呢。来吧，你的，你的，哎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谁错了？咱真的，咱慢慢来。刚才谁先说的？我一个人来的，我俩人来的。这么转，这师哥，你给我出来吧你。然后仨人来的，然后我说俩人来的呀，俩人来的，然后应该是俩，就没你。爹去吧，这不俩人吗？爹晒太阳的。来吧，连凳子都不给他。墨镜摘了啊。好。哎呦，我真晃眼呢。你俩玩吧，俩人还咋玩了？俩人怎么最激烈就是俩人？那咋玩啊？咋玩啊？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一人来的。你看错了吗？最激烈的就俩人。到这一轮就是看谁先累。对，来吧，来，我来吧，来，我们一起逛新疆，我一人来的。俩人来的，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来的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。我说了，我说了，我说了。小白这一个人还能玩呢。一人来，一人来了，一人来了，谁来呀、啊？你来，你来。我给你们张了范儿。哇哦，哥哥今天是什么菜？今天。黄焖个羊肉，炖个鱼头，加豆腐。哇，太牛了！大菜。哎呀，你爱吃豆腐。小白，从输给你的人中选两个人去拿线索卡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不是你选我们晒时间长的吧，我们的眼睛都瞎了。我时间长的不用选了，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线索卡已经看不见了。我想看他们再对决成两个人，对决成两个人。你们必须得决出来一个人，怎么最激烈就是俩人？小白这一个人还能玩呢。小白选两个人去拿线索卡。我白白哥，你选我们晒时间长的。白白哥，哎呀，从腾哥开始，这么转啊？好。来。从一到五，从五再回一啊！好嘞，来吧，
大家一起逛新疆，我一人来吧，两人来吧，三个人来吧，四个人来吧，四个人来吧。不要了，我看他不站，我就站起来了。那你也错，错了，是不是我应该站起来？我一人来的，但是我没站，他站了也错了，他应该不站。那行，那咱俩去拿那个信息。行，好不好？咱也不玩了。怎么的？咱也不玩了。我们三个错了。你说，你开始吧，你开始吧。你确定啊？中间的人开始。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个人来的。我俩人来的。三人来的。两个人来的。淘汰两个，那是我。他没站，是他应该站。哦，巅峰对决。我先让你先开始吧。我一个人来的。两个人来的。你一个人来的。两个人来的。真正的王者。不是你先错了，在哪儿呢？你没说大家一起逛新疆。这实话咱俩来一个一v一来不来？来，咱俩不要坐的，来这样笨 OK。 必须深蹲啊！你还讲道理呢，我这蹲半天了。来吧，来，来，二，你先吧。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我俩人来的，一个人来的，我们两个人来的，一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哎，两人来的，哎。声音已经出去了，就是身子没起来。那腾哥的机会就正好转让给程程，我们还是三个人哈。什么？第二个小挑战，每人代表一门大炮，接力说出几炮秒几炮，说错站错均淘汰，获胜者获得50电量。那就我是一炮、二炮、三炮、三炮。四炮、五炮、六炮。好，我是三炮，你只能当三炮了。我们试一轮吧。我的一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一炮。你不，你那炮没后坐力都，还有后坐力。我的四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三炮，我的三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五炮，我的五炮秒六炮，我的六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二炮。我的二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十炮，我的四炮秒一炮，我的四炮秒，我的四炮秒，知道了吧？这个太容易把一个人干下去了。那咱知道干谁了啊？啊，OK， 还像刚才那个似的啊。我的一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一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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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一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五炮，我的五炮秒六炮，我的五炮秒六炮，我的六炮秒二炮，我的二炮秒四炮。我的四炮秒二炮，我的二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四炮。我的四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三炮，我的三炮秒四炮，我的四炮秒五炮，我的五炮秒一炮，我的五炮秒一炮，我的一炮秒四炮。怎么突然秒我这来？你还没秒成什么一起秒他呀？我不支持的脚不要数字。完了。把最有竞争力的一炮给瞄没了，不是，我这嘴都系上了吧？我被炮掉了。没事，我赢了，我把那机会给你。好，哥，现在五个人了吧？五个人了，从谁来？我的六炮秒五炮，
我的五炮苗四炮，我的四炮苗二炮，我的二炮苗四炮，我的四炮苗二炮，我的二炮苗四炮，我的四炮苗二炮，我的二炮苗四炮，我的四炮苗三炮，我的三炮苗四炮，我的四炮苗三炮，我的四炮苗二炮，着急了，这想赢的心态。有点太着急了，着急了，着急。来，四炮来，我的四炮苗二炮，我的四炮苗二炮。什么玩意儿？尝尝，他自己秃噜了。来吧，宝贝儿。哎，这会儿别打空炮不行啊。我们已经拿卡了，是不是？不，这俩对轰最有意思。是最后胜出的一个人选两个人带进去。对，来三五六炮来。那谁开始？三炮吧。我的三炮没有五炮。我的五炮没有六炮。我的六炮没有五炮，炮没有五炮，炮呸！就这口条怎么混到剩仨人的？对决啊！又巅峰对决了，又开始这是又开始拼体力了。来，五炮先来，五炮先来。我的五炮瞄三炮。我的三炮瞄五炮。我的五炮瞄三炮。我的三炮瞄五炮。我的五炮瞄三炮。我的三炮瞄五炮。我的五炮瞄三炮。哈哈哈！汉吉先瞟的，而且连着瞟了三次。他刚才说的是维语吧？我刚说的是维语。哎，你用维语说一个。好好好，你用维语说。小白用那个北京片汤话说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哎，是努努。完了。完了。完了。小白，小白。三炮班五炮。三炮班五炮。小白，你可以秃噜着，上面能五炮。我三炮打你五炮，啊，就是，还来吗？小白赢了，小白赢了，小白是赢了，我赢了。